因为安怎好，还是讲可以视状况来实行。啊，这个蔡刚刚的建议，其实很简单啦，是袂一个表格，咱就随时讲个干事呀，咱就各组老师呀，就听一下就好啊，组长当一个音啦。好，比如讲预估数，什么品项啊，金额，咱当然咱有职责讲去了解大概多少钱。啊，而且我是讲，连带是讲保佑，就讲咱进手来做的资产吼，是毋是必要做一个清查啦？吼，清查，因为有当时啊，这个中方吼发现就讲。当时采购的金额是偌济，咱家己拢无书面的资料，咱要去换新的，咱嘛无法度去追查起。吼、哦，所以我会记咧三当前我二在无做的时阵，若张龙凯张乐伊就有呼吁讲，咱爱上进，就是资产的建立来做个。不过我感觉这个背后拢讲了就拢无效果啦。吼、哦，而且我是感觉，可能时间可能爱得重视了一点啦。啊，第二点我就讲，今仔咱中聚会吼。开会，可能唔知是咱财务这边唔知有按时等下要报告，我是讲有当时啊，咱这嘛是必要，咱到的一寡财务的情况嘛，做一个报告。因为这我是过去我财务，我是那讲一下事情。牧师，我来回应一下吼。他在志林遐咧讲，无唔对啦。应该伫迄个荣凯啦吼，荣凯做财务的时阵，伊有设计一个清股，我相信遐我有印表格。哦，啊，甲财务的清查登记，各团结拢会写出来，啊，结果你就知到尾都有头无尾啦，有啦，大家讲啊最好听的，结果贴出来好像没有，所以包括你营运上面一些财产，其实财产是很重要啦，哦，啊，人做无搞无，咱怎样开始来做？哦，啊，最清股，哦，一定爱有一个清股单，我知较早有弄用啦，弄清股单，哦，咱虽然是讲教会，不过教会嘛是社会一份子啊。咱嘛是爱跟上这个时代，啊，所有行政嘛爱照这个正规的路途来行较好啦。吼，啊，所以清股端，甲用到到尾，着大家算算着，对不对？就反正，啊，我买偌济，互你，啊，你着甲我报销。吼，啊，所以发生这个中间有时啊一点啊误差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咱着今仔日，吼，痛定思痛，吼，在五洲，吼，啊，着迄个苏茂盛伫管政务主计室科长，吼，他对这一方面应该是很内行，建立一套制度。甚至上重要的就是，咱的财产一定要提出来啦。吼、哦，我拢常常咧讲，为咱土地，咱现在教会是无，绝对无，我的手拢用得好势啦。咱的为足地土地咧，奉献无钱的呢，一世人嘛唔知影土地里边要过来纳税的呢。啊，所以这足要紧啦吼。啊，所以咱的财产一定要清查吼。啊，总务甲财务吼，较紧来做。啊，清查，啊，清股的手续，以我公家单位，我甲看是安尼啦。这清股吼，清股出来。普通是拢讲差不多偌济钱以下，你那个采购单位自行去买没关系啦，吼、哦。你若讲零用金，因有零用金嘛，还是啥物简易的，吼、哦。你头一万、一千啊、五百，甚至十万，人个机关无同款啦，吼、哦。你们自行去采购完以后，就叫总务去验收，这样也可以。或是说有一种是全部交给总务集体他去做，吼、哦。啊，做完以后，你采购单位再去跟他配合验收，这是两种方式啦。哦，有一个金额，有些500块尔、200块尔，我着搁把这个手续都配花去啊咧。哦，所以这个吼、哦、可能要活用，哦，所以这一套制度呢，及早赶快来弄，好咱教会吼，哎，当搁较完整安尼嘛哈。安尼，我有点两个，诶，各位咱要讨论的议题啦吼。第一项，咱请教育组来提出这个推动补给的建议，吼，安那请财务组甲总务组来甲咱分享讲这个采购的过程，吼，啊，这个金额的申请，吼，因为即摆喏一个问题就是讲预支，吼，预支的流程是变那预支较符合程序，啊，要如何拨款，可以嘛请财务组会当报告，互咱知影较袂吼，刚刚唔知影要安怎来做，好，那营运组这样子吼，好，安尼接下来是车辆组。那我们报出来。我们一楼那个厕所哈，那个男生那个迄个厕所迄个便器哈，已经坏去啊，有可能是地震啊，所以龟裂很重啊，这个可能是那个变成有裂缝，所以那个尿就跑进去，所以。一到里面就是那个味道很臭啊，所以淑珍小姐也有跟我报告啊，我有请咱的那个会长长老哈，
去做那个估算了哈，应该是要左右两个是完全龟裂很严重，中间是有小部分的龟裂，啊一进行哈，搞不好报价是那个用合成牌啊，然后一组6950啊，所以嘛在遮做一个报告，啊三组的话就变20000块哈。啊，中迄组是有地一厘尔，啊，不过两边是已经裂得很严重，所以一定要换掉，安尼报告。有到了。所以咱今年的维修费哈，真的，离咱教会的负担嘛是足重的，一直都浮现出来。啊，还有魔术有些咱圣诞节哈被开支的费用也是相当大哈。OK。那个上礼拜好像。就是我们教会的主堂有三前中后有三对喇叭嘛，然后好像最后面那一对好像坏掉了，就上礼拜好像没有声音，然后那个影音组跟总务主任可以再试一下，因为我听我摸是没有声音的，就是最后面那两颗，可以再看一下。哎，影音组车辆组，回应一下，大家。拆杠的神经挂很侪，咱这咱来说技术过来了吼，咱是不是当委托哦，说技术将迄个拆杠杆哦，啊加迄个拆杠的会点，伫咱好下一次的迄个会议中哦来提出，哦大家啊来报告，看是应该，因为我伫公安机关我做过啦，哦你来买件物件，拢需要申请，我讲啊你新台机买就会使，袂当安。哦，申请我是批准，你租赁申请，你譬如承办人，啊，即嘛组长等因啊，啊，即嘛是上号会相关单位，像你有需要迄个单位，有相关的单位来会他以后，他写意见，啊，譬如讲你有财产，你要买啥物财产，但是财产组就知讲，我这都要有这个物件，我会当互你，譬如讲你买衣啊，啊，衣啊都要有，我会当伫仓库啊挂互你，哦，伊就讲哎，衣啊都有，哦，那是无的话，你就要写簿，啊，会当备。再呈上去的是讲有权批准的人，哇，咱即摆毋知有迄个规定无，讲啥物人咧批准你买物件，啊，这个预定一下啊，安尼即摆批准了后，你才当去买，你若是当家己买，你就要注明讲，哎，这物件简单咧，我家己买，啊，他来报得，哦，啊报，用迄个财务组来报，哦，来行，等讲核销规定就对啦。哦，你家先出钱，还是讲你着这钱也真悬，你先申请，这拢会使。啊，若是简单，迄个较复杂的啥货，哦，总有来通个采购。哦，所以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伊是会计嘛，吼、哦。组织书记应该对这方面啊够了解，所以请伊将迄个采购申请单啊，这我本来了解，但是我无足了解，因为我伫公家机关有做过，将这个采购各种物件的。诶，采购申请单哦，批准的迄个改点，用采购申请单就是讲你品名啊、数量啊、金额啦、啊，哦，啊你啥物用途啦、啊，哦，这种来下载。啊，下面就是讲承办人、组长、哎、啊、会办的总务组、财务组啊个批准人员，安尼哦，这是我简单讲的，应该说我数字是较了解。即马说来讲，我的车辆组，啊车辆组进前车辆组都点我们在上班，我们知影。边防技术。边防技术哦，啊，这个因为咱吼拢无做这个交接啦，这个交接的，唔但迄个事务的交接，你物件实物的交接，你佫有经验的交接呢。哦，你我伫公家机关咧做，你交接一样事情，你得写一个交接单，啊，清楚要列出来，啊，放一堆物件实物来交接。哦，啊，个经验移交，啊，个有比代办事项移交，就所以安尼才会当完全了解讲，你这边人要安怎去继续咧做，哦，即所以，这是题外话吼，即我希望讲各组拢会当安尼来做。啊，第二项就是讲，即、这个车辆，咱咧驾驶即两台箱仔车吼，即、哦这个、安全问题真重要，所以其他人你若毋是驾车辆组诶。请你唔通去随便来去啊！咧开这个车，因为进前有人哦，迄个青少年哦，开这个车嘛，到并轨安尼啦吼，所以这个，所以就爱有咱
经过咱前组吼，我会邀请前组的组员吼来共同来负责车辆的接送问题，吼啊，所以你这车辆问题较重要，所以诶，大家来配合一下吼。你若对诶，请牧师吼，拄着有无讲过啦？因为真侪人有寡人啊，毋过真侪人需要讲接送诶礼拜，因为这个是一个真好诶代志啦。但是因为接送诶所在吼，爱配合啦。因为像我会当去接送，但是我有阵时要参加生活队，我提早来啊，还是讲我载我妈妈，还是搁有其他代志，所以无一定当配合吼、哦。所以得爱有需要提出需求，啊好，搁鼓励呼吁较侪人会当来参与车辆接送诶时间。好，来报告。好，嘛是爱请车辆组设计一个派车单啦吼，就是讲，互朋友讲，你若有需要按路号啊，或是讲有需要接送的时阵，会当互咱知影，咱来给安排安尼。好，哎，另外一组消防团，消防指挥官来报告。哎，这是我来报告咱消防团的事工吼。伊主要的事工就是讲咱的主礼拜的插花的施工吼。啊，目前咱是拢用人造花吼。伫上个月咱甲麻烦迄个地木师娘吼，有甲咱插四对，啊，总共是35000。后来我们又把以前那个旧的吼，搁摕去互伊盖。哦，那些费用是总共是5000块。所以目前咱的人造花，可能有7对，啊，7对的话吼，这边的费用总共是这样子，总共是4万块。那我们由教会的经常会支持是23000，那由侍奉团，因为侍奉团这边也有经费嘛哦，侍奉团支持17000。那如果是用鲜花来侍奉的话，一个礼拜2000块，那一年下来也要10多万。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用人造花来侍奉。那如果这7对花哈，那咱好好爱惜的来使用的话哈，可能果当的使用哈，应该都没问题。那还有一个侍奉就是说，咱的家属哈，有喜事啊、丧事哈，那是伫要咱的教会哈，要来遮举行的话哈，会侍奉团哈会协助这个家属哈，来迄个讲会场的布置。一首《万佛歌》。但是都可以听到万佛歌。咱在讲哦，到10月底是还袂统计出来，还袂计算看有够无够啦哈。第一点哦，咱的校服一定。咱要用现金铺啦，即是用电本式的电面式的吼，要一个会当做一个分类场，分类场是用活页式的，因为咱这个场所用，即是咱的中会财务组所敢规定的吼，即个每个月拢爱有计出业绩收入业绩偌济，啊，甲一个例举，这是要来评一个咱收支看有平衡无，吼、啊，啊，这个咱的存款全部吼，最好是用咱这个，较袂用团体正式名来开，卖用个人的名开啦。哦，啊，到迄个王世芳提这艺术款项部分哦，大部分我咧接受时拢大部分是拢无用艺术科目，就是有当时啊，因要用的人先带有了，哦，你提迄、那个。迄个单据来还咱财务组出入者来报销啦。
安尼比较好，因为预祝大家经过外外了，有当时啊，若要收着这大群哦，那边都那边合理的数字的时候，有当时啊较麻烦啦。啊，安尼，咱若要对外提这个开销的评估，看要提发票，还是爱要提收据，还是那个人的收据，一定爱搁加一个千分之十的印花。啊，这是爱搁做。若阵无法多算，较用支出证明单来迄个补这个店务评估的部分啦。我注意到这尔，谢谢。喂，中央兄弟来报告一下吼，咱中央兄弟安尼经过侪侪过程吼，安尼无论塑像啦，还是设计啦吼，还是迄个中央兄弟的即个整理啦、绿化等等吼，遮侪侪过程吼，咱即摆目前也透过即个建筑师安尼设计图面了吼，有将图面送互即个中会、总会。拢已经审查完毕，啦送入去这个到这个内政部来做这个审核吼，同时也送到伫这个管府，管府伫遐来做这个审核吼，同时嘛伫这个12月初九吼，这个都委会吼要来审查吼，要来开会来。心脏看咱这个大面的设计是毋是会当符合对有杜委会的这个要求吼？咱嘛只能嘛讲会当顺利来通过啦吼。了后才会做这个手续的通过。而且个建筑水平，我呾算作讲真迄落，我呾真积极咧甲咱处理啦。但不嘛是还佫时间嘛拖的吼。这个伫这個。12月底的时阵吼，将这个资料送到伫这个管府吼，加在这个张东海长老吼，因舅啊伫遐伫做这个这个监管科方面的工作，伊有真紧甲这个代志甲接受，所以吼，才会当安排这个都委会的时间吼，真紧来审理就对了吼，若无即摆若超过这个交接的时间吼。都送到去台南去吼，迄着搁加足麻烦个代志啊吼。即届咱即个工作吼，着恐怕上侪锻炼吼，当真紧来审核通过吼。了后咱着进行着咱个迄个中央兄弟建筑个工作吼。建筑个啊个工作当中嘛是爱搁有一寡即个有关着计时方面啦吼，要安怎做吼，即嘛拢爱搁做一寡计划，爱搁处理吼。即摆有一项上摆要紧，就是讲吼，咱原来爱放伫指导当中，为求上帝来带领祝福，互遮个代志会当顺利来进行。咱伫咱明年伫即个即摆讲按算讲，本来是讲吼，看伫年底以前看咱起好啊无，但是我都经过一个即个难度吼，拢有伫遐经过吼，遐拢是会安尼，甲时间拖延呐。所以咱只有是伫明年度来，伫今年度咱会当把遐建筑执照提出来，吼，咱伫明年度会当来开始去，吼，毋忙，即个当中吼，建筑执照会开出来，吼，因为建筑执照无出来，明年度咱有税金的问题，吼，有税金的问题，吼，所以咱毋忙，即个吼，咱逐个伫指导当中来关心，佫一项就是讲，即个咱伫即个方言方面吼。咱嘛各团体吼，各团体来，即个客人吼，来甲伊